俺大着急，俺大姨他们给俺婆弄房子里，然后这会儿也是过去帮帮忙。我也是跟俺大一路过去，看我有啥能帮忙的不？妮儿，你妈搁家里没有？母牛老不老的出去了。给他打电话，叫他回来。那人家天天不干活了。中啊，我给他打电话要回来，就是嘛，那这也得让他去。咦，大啊，瞅着俺妈跑多快，这把我炸的。你妈又去哪一排？你炸去的？我说的打电话叫你给我送个伞的，你咋不送了？这回吓得小了，要不然那我这衣裳都给你穿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你要再出去，俺不拿伞，我都不给你送。那后院不长记性，你不会当然抽出去、啊。那你去也中啊，你不当我的事吗？叫俺俩就准备过去了，帮忙抽抽的，你也得去。能去吧，我都不去了。咋？就再说了，你看恁大爷他们要是说叫对财了，这我也没有劲。要是搁这，这说些这个话，你说我多尴尬不？我还是不去吧，恁俩去吧。要是说也对钱也应该呀、啊。啊对呀、啊。那你去对呗。那哪能光让俺打对呀、啊、你这上你家要来牌去了，那你这都有钱，那你对钱都没钱。那你说了啥话，咱恁大对我也应该对，恁大俩北京嘛，这再说了人家说南京到北京都是男的挣钱女的花呀。那你这边你说是乱花，那俺大那边那花的对，你说这公平不？我乱花啥了你？你们看看我平时连件衣裳我都舍不得买。咦，你那衣裳不少，我弄多少钱不跟你说？哟，再说了，妈，俺大姨他们给你弄的少，俺大姨他们还没有说的，今个就开始弄的，你也过去帮忙算了。恁去吧，恁去吧，我都不去了。俺俩就是喊你来的，你不能成天啥活也不干。你说那妈的拦你？那是俺婆的妈呀，那俺婆的，也不是别的人。那恁大去那不也中吗？那不是多要人多个帮忙的吗？那再说你也不能趁两个家不干活吧？走走走走，大走大乱吧。走吧，我走走走，恁去吧，我不去了都。咋不去啊？我不管，再有恁大爷恁小姨都搁那儿了，我都不去了。我不管，你就去也去，不去也得去。那帮个忙，那爬上来趁两个家歇着。你说你，哎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我去了就去，你能咋着啊？你说说。你去了，我看你敢辞职回来不？这再说了，我要真当差了。您大爷说要对钱，我们扭，您大爷不用跟我要了。那都再说。哎，走走走，说了走去。这中了吧？你来，我发现你这么厉害的很呢，嗯，还管着我了。那你厉害。嗯，走的。